龙德宫四妈祖绕境来到台中大雅永兴宫，镇头齐聚，锣鼓喧天。最受瞩目的还是佛教仙女成了绕境的亮点。桃园独竹龙德宫司马祖展开为期8天7夜的绕境徒步之旅，每年都吸引大批信徒一路南下紧紧跟随。今年还有妈妈因为孩子的一场意外，从鬼门关前走了一遭，为了还愿，一路跟着妈祖的脚步，表达感谢。啊，我这样子进出开刀房8次，就是这样子平平安安的度过。然后呢，圣母她有说，就是说你愿有多大，力就有多大。所以呢，我发愿，我就是如果能够顺利平安度过，我一定会来徒步绕境，然后了愿这样子。年度宗教盛事龙德宫四妈祖南巡绕境，沿途跟随的阵头都是由义工自组而成，因此过程相当井然有序，也吸引大批信徒诚心跟着妈祖年年报到。民视新闻许嘉诚、林子祥、梁志祥台中报道。